会到下寮，下寮，六千会到顶寮，顶寮，哦，就六十几，古代的那个浴缸啊，浴缸可以用来，也可以种菜啊，浴缸，啊，这里本来有池塘啊，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家母的那个红臭寮老家，这本来有池塘，填起呢，现在有洞处，这哪里进去的？那个地方有池塘，那以前有池塘，